今天晚上的曼谷出現了一個很特別的異象，大家看到現在這個畫面究竟是什麼呢？原來呢下面這個是月亮月半彎，上面就是兩粒星，剛剛三個走在一起就好像一對眼和一個口在笑一樣，無端端天上出現這些是不是一些很特別的異象呢？其實這些就沒什麼科學根據可說的，但是本地人呢有些人相信就好了，天都笑了，即是可能會和平解決了，但究竟是還是不好呢？是還是不是，或是唱好泰國呢？其實這些就完全就沒有科學根據的，信不信由你，只不過呢這些就是一些八卦人或者一些玄學家的一些預測而已，實情情況真是怎樣，以後安全還是危險都要看日後的發展的。看天打卦和星象占卜只不過是作個預測，有時就不能作準的。